欢迎你，王峰。主持人你好。你好，跟照片上没什么变化。王峰，你是通过什么渠道得知这个消息的呢？当时我在公司上班，然后我拿起我的手机打开微博，然后在当地的一个媒体的微博上面就看到这个消息了，然后我就在那个评论下面我就说了一句话，我说我刚好28岁，身高也是1.7米，各种条件蛮适合，所以就这样就过去到黄叔叔工作单位去应征去了。你把这个叫做应征，实际上我觉得在我们看来真的是一个爱的汇聚啊。当时跟你一起去的有多少人？当时去的话有20-30个人。这么多？这个应该是黄大哥你经过筛选之后。对，只有他真的还真的是跟黄哥有点像。就是你这20-30个人你仔细一看就觉得他跟孩子特别像。对，你看手细细的纤纤的长，这是正好那个黄哥他不是那个因为有病吗，所以手也是凉凉的纤细纤细的，因为我很担心如果见面的时候老妈会摸到这个手，如果不像的话他会怀疑。为什么去应征？当时因为什么？因为2006年的时候我还在读书，2006年感动中国十大人物之一的黄葛我也对他比较了解，因为也被他这个事情所感动。所以您其实在看到这个微博的时候已经对他的一家的故事所发生的非常了解了。对，特别是黄哥和黄叔叔后面这一路的感恩之旅也是深深打动了我。获奖者黄哥